名的得奖者曾元耀先生，然后开始写作。那我是在55岁的时候，也是有点空虚，然后我才开始写诗。因为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众人的面前吟诗，而且是吟台语诗。我用规面的荷秋，你这个字是撑起来，用来夹裤带，需要包安。开始一天的欠长内度，欠长内度，不是为了减肥，是为了让善者有一个形，让心端有一个好的样板。这样来，个性才有美感。卖肉干哦，是阮一贯的态度。时常困伫底下头的电视机，偷看都市见笑的代志，甲政治名人，也是明星的八卦，袂好笑。因流目屎的时，阮笑；因失意的时，阮唔知欠伊。阮常常秘伫鼻仔骹，看伊是阮生活的方式。阮无需要认真，嘛唔通想过头避暑，嘛唔好无爱含人烧高叉。那无，我哩找无饭通食，找到饭这款代志是维持门面、维持生存必要的工具。公园是我上喜欢的所在，我本村所有的所有的花草来为我跳舞，我予叶仔落来，落来我的身躯，来甲我规年的废水整理好好势，我予天顶落雨。当众人纷纷道别时，我甲善者洗好清气，洗出规身躯的清新。那亲像我是行人，我是缘投囡仔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我反击。多谢。